下久违的星星，存在我黑夜里为我降临，不安的情绪也被你磨平，让我可以安心等天明。乌云不曾走远，等雨落尽，伞下两个人的身影靠近，藏起来的梦全都有关你，把你装在未来的点滴。曾晚风等出晴，都一颗我的心，喜欢你是对我一个人的坚定，直到最后一天，还是最初简单的我们。等夏夜，等清晨，等一颗你的心，守护你每一天，多快乐都幸运。我承认无法抗拒，想要触碰你，安然到黎明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念姐呢？你把我念姐怎么了？你昨晚是不是知道就是他？对啊，你把人家给怎么着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等会儿，你们认识5年？我俩都认识4年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让我捋一捋。我追的女孩是我前女友的闺蜜，我是我好朋友的现女友的前男友。你算哪门的前男友？也是啊，不过我什么都没做，醒来之后也不知道他去哪了，东西都在这儿，你们可以看。他应该没走远吧？嗯。哎，你要不要看看他还有没有东西在哪？要是还有东西的话，说不定只是出去散个心呢。好，我看看。你说他怎么突然去散心啊？哎，你刚才那句嗯，是不是在占我便宜？哎，他手机啊？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别跟来。我陪你去啊。没事，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。但是你脚还有伤啊。我觉得念姐应该不想让外人知道。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你现在注意安全啊。燕姐是你吗？该从哪儿开始说呢？还是一件一件说吧。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他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面对，于是就跑路了。燕姐，我跟他就是一场误会而已，现在已经解开了，他根本就算不上是我的什么前男友。所以你喜欢他吗？是有点，但也说不上喜欢吧。而且啊，他还有家店，是个真富家子弟，而我却是假的。妍妍，对不起，这几年骗了你。没事的，念姐，我知道你肯定也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你总不能这么努力就为了骗我一个人吧。从小我家很穷，要攒一年的零花钱才够买一盒水彩笔。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被人欺负了，被隔壁班的抢走了他的水彩笔，我打不过他们，把自己的给了他们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这样
我就可以买很多水彩笔分给我的朋友，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开心，可以不被别人欺负了。那你大学的时候总是不来上课，也是去兼职去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个工作呢？兼职可比工作公平多了，你付出多少时间就能有多少回报，而且我要的是个假有钱的人设，可不单单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就能维持下去了。是不是很虚伪啊？以后你再也不用把你的心事藏在心里了。以前我总是习惯性的跟你讲了生活里的所有事情，却忘了其实你也需要我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等我进化成了究极暴龙兽，我就把你的心事全部给保护起来。好，那我交给你啊。没问题。数码宝贝，宝贝。啊，好嘞，给给给。哎，不行，还是还给我吧，一会主管看见会被罚钱的。还有这种规矩啊？你一天打几份工啊？有时候多一点，有时候少一点，都不一定。所以你那么好的绘画天赋都停笔了？谁说我停笔了？你还在画画吗？等我下班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进来吧。这里日租贵，月租却只有几百块。有一张床，一个插座，有卫生间和浴室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我在这里挺好的。走出去看看。我终于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藏起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我 CPU 爆掉了，你先容我缓一缓。好啊。坐下。腿怎么样？还行。哎，你怎么还会买可乐啊？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喝点凉的，清醒清醒。嗯，蒋奇那边什么情况？他说他那天喝大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蒋奇呢，据我所知，他的情史是一片空白。陆念是他第一个想认真追的女孩。嗯，可以理解。我要是男生，我也会很想追念姐。蒋奇，你别看他平时不正经，但其实他也挺单纯的。念姐说他追女孩的手段极其老套，简直就像从地摊那个杂志上抄下来的似的。那我呢？我老套吗？你追过谁啊？换个话题吧。你跟陆念都说什么了？就是互相坦白了一下小女生之间的秘密呗。互相坦白？那我们的事儿说了吗？说了呀。反正不是也已经快要结束了吗？我还让他帮我留意一下出版社附近的租房信息呢。情况好的话，我这两天应该就可以搬出去了。
咋了？刘子硕，咋了？你怎么来了？电脑玩完了吗？快了，快要投降了。可乐给你买回来了。快、哎、暂停一下，先把可乐。游戏怎么能暂停、啊？你怎么把他接过来了？哦，他父母不是出差吗？然后说他还有个考试，让我给他辅导。小升初不是考完了吗？还考啥呀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得去问他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先去做饭，家里还有小孩，小孩可不能饿着。小叛徒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不然你为什么跟他回来啊？这可就说来话长了。你来我家住几天呗，反正也考完试了。不行，我还有个考试，不能耽误。耽误不了，我亲自给你辅导，而且每天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游戏时间。重点是一瓶不够，你要多少？一天一瓶。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啊。你有没有一点志气？你为了几瓶可乐你就把我卖了？我又不知道你要走，你又没告诉我。也是，那你什么考试啊？打算住几天？我正好也有时间看房。少儿街舞要住得很久。哎，你看我，少儿街舞，你让林恒宇辅导，他可30了。他还年轻着呢，而且我只让他接送我上学放学，又没让他跟着我一起跳。行吧，那你别折腾他啊，也别折腾我，好好考完就回家去。知道了。请问一下，你用几瓶可乐就把刘子硕留下了，你打算用什么留我这几天？一颗诚挚的心，这另外一家去。哎，行，刘子硕留下可以。但是不能跟上次一样啊，这次我要一个人睡。刘子硕跟你睡。啊，我想一个人睡。想必两位都没有什么意见吧？没有没有。下课了。上课一小时了都。哦，那你再睡会儿。行行，别睡了，老师就让你歇一小时，我起来练舞。真的不行，我都说了我要一个人睡，根本就没睡好。你还没睡好？你昨天晚上又打嗝又放屁又磨牙的，还把我从床上踹下去，害我腰疼了一天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还跟我姐说你年轻呢，现在看来。看来什么？刘子硕，刘子硕，我起来吃饭了，要不喝个可乐？有小鬼来找你。哎呀，别逗我笑，我要睡觉。嗯，行吧，再睡会儿吧。妈呀，这怎么了呀？听说是主编休假回来了，寿峰要让位置，接受不了。这反应也太大了吧！主编和寿峰之前有恩怨。
寿峰之前是北极星最年轻的副主编，在那个位置上特别多年，之前那个女主编还挺器重他的，他觉得啊，主编的位置肯定是自己的。结果女主编退休之前直接任命了一个更年轻的编辑月杰做了主编。哦，哎，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消息呢？我也是吃瓜知道的。哎，那个美食的项目啊完成的不错，那个美食家说要请项目组的人吃饭，都早点下班吧。不是要早下班吗？搞得刚加班，能早下班就行了。何欢，怎么了副主编？办公室打扫一下。嗯，我帮你一起打扫吧，正好我也没活，一会儿直接撤了。走。不说。到这里。老师再见。好，拜拜。你姐今天下班早，说能来接你，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？你想让我姐离不开你吗？哼。有何高见呢？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呢？你多年还经验？你得让他知道，他一离开你，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猎物，这样他就不会离开你了。我能成为谁的猎物？那个姐漂亮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帮你调查过了，26岁。单身，喜欢善良，爱做饭，个子高，爱带小孩的成熟男性。哎，等等啊，是爱小孩还是带小孩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能帮上你。什么条件？一顿一瓶。早餐不许。好吧，成交。老实吧。哪条腿啊？撞车筋。为什么？脑袋那么多为什么？一个大人喜欢那么多为什么？丢不丢？啊，那个老师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坐太久，我腿有点抽筋了。啊，我帮您吧。啊，谢谢。还疼吗？还行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说实话，看起来好年轻啊，应该没有到35吧？老师我。三十，一时冲动都是大人的错，小孩没有错，应该给孩子一个家了。都是大人的错，大人有错，但是孩子也有错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他刚那会儿在偷笑的时候。您是？他是刘子硕的爸，那我就是刘子硕的妈妈。老师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太太。啊，你好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腿刚坐的有点久，抽筋了。抽筋了？能站起来吗？能。啊，能不是能起吗？那么回家吧。回家。拜拜。老师再见。你这也属于少儿街舞的范畴是吗？这些都是我的主意，他只想把你留在身边而已。我看他挺喜欢那个舞蹈老师的，还挺配合他的呢。我跟别。你们结束没？结束了。老跟着我呀？不是说送你回来吗？我们公司今天聚餐，不用你送。在哪聚餐？就在我家。还没告诉我地方呢。
梅艳，这餐厅是我发给你啊，你一会儿先到了。这聚餐啊，坐着定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没问题。坐着人呢？还没来呢，跟老板说定了餐，让我们先吃。哦，行，那我们吃。你们两个，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还要等着你？为什么要说又啊？上次图书馆好像是他们俩人。哎，别提了，快吃。叔叔好。叔叔，哎，彭宇叔叔，哎。你们屋里去吧，你阿姨忙着呢，我送点串去啊。好嘞。好。去玩去吧。阿姨。哟，恒宇你来了。啊。那个，妍妍呢？没跟你一起吗？啊，她在外边跟那个他们公司的同事聚餐呢，应该打个招呼就过来了。啊，那就让她和同事们聊吧。我抽空再出去。好。好，阿姨我来吧。哎呦，别。你这手可是治病的手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什么粗活细活，手就是用来干活的。对了，阿姨，您还不打算接受治疗？哎，你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给耽误了。再说了，店里人手也不够，只剩下你叔叔一个人，他也忙不过来。释然呢？他辞职了。说是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我和你叔叔也挺支持他的。但是阿姨，作为我们医生呢，想告诉您，您这个病啊，耽搁不了。哎，道理阿姨都懂，就是我有自己的打算，别担心了。说，那个美食家真的会是一个大叔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反正我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就没有再跟他聊过了。不过我觉得啊，美食家的形象怎么该也是那种，开封菜老爷爷那种形象才能被称为是美食家吧。就在前面。哦，那释然，都是没见过主编的。这个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个呢是来自保罗博古斯的啊，毕业的青年美食家，啊，也是咱们这个《人间烟火味》的作者 Orchis。大家叫我释然就可以。原来隐藏了那么久的美食家是个小帅哥啊！长得这么帅，怎么不去当美食主播呀？到时候我上班给你刷礼物去。哎，我这个副主编还在这儿呢，你就提开小差的事儿，这合适吗？这个？我进去打个招呼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这身边除了大帅哥就是小帅哥，现在又来一中帅哥。中帅哥是个什么帅哥？奶茶一样，有小杯、中杯、大杯、特大杯。他这个我就属于中杯。行，你研究的挺透彻。吃饭，吃饭。看着不错呀，我的手艺。我自己改良的。恒宇哥，我准备追谭诗诗了。喂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呀？我之前追向妍，现在又追谭诗诗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追向妍就是为了谭诗诗吗？果然还是个小孩子啊，我怎么想什么都能被看出来啊。我呢也是幼稚，在遇到向妍之前根本不懂什么叫吃醋，明知道你是为了谭诗诗才追的她，但是看见你俩腻歪我还是觉得难受。所以啊，你可千万别学我，要真喜欢谁就大大方方去跟人说，千万别拐弯抹角的，知道吧？你的意思是能看见你直面的追谭诗诗，这就是正确的开始吧。那踹都快糊了，这不算错误的结束吗？你怎么比我还会破坏气氛？哎，
世界上肯定有比咱俩会不会结婚的。谁啊？哎，干杯！干杯！你干嘛？过分了吧？上来就拿盘子扔我，这人家店里的。盘子的钱我赔。不过你的手要是敢再多动一下的话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？我怎么了？你叫什么？何欢。他刚才对你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。欢欢，你可以说实话的。真没做什么，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行，既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，这两个盘子的钱我赔。